是这里，然后再确认，确认按哪个呢？哦，然后，Indicators，Dimmer，Quick，Standard，然后这里是 Dimmer Frequency， 然后就，可以选最高，这个最高哦。对，S5可以最高。嗯，然后这个500。 最低500到，500它的尺光值就很低。嗯，而且你把那个频率调到最高，然后你拍视频的话，它不会平常。我们都可以随时改变频率，随时改变调光曲线都可以的。嗯，有4个调光曲线可以选。